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一个社团大佬、煤矿老板，还有一个失业青年，他们杀、抢、夺，上车，最终因分赃不均，哦不，每分可分，昔日兄弟倒打出手。哎，没脸是不是？触碰我底线是不是？再碰一下。哎，你别打了！对，我要转型。神经病！华丽转型电影圈，一定要把中国的电影推向世界。组成了一个超正经电影吗？穿少一点无所谓的吗？超专业，好莱坞斥巨资的团队，我投资，我喜欢，我憋不住。领衔主演，当红童星，过气大佬，实力制片，奇葩导演，绑架、偷拍、枪战。有点底线吗？我没底线，我没底线吗？